看到现在正在更新我的韧体，等我更新完之后，它就可以跟随模式。我已经更新快20分钟了，到现在没好。听说更新完要30分钟，对，等下更新完就可以测试了。这样用手持比较好了。录影中。我们现在要去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手势吗？这是什么手势？这个手势是外国人有一个 ABC 的朋友教我的。这手势是惊喜的意思，是吗？对，因为什么它叫惊喜？因为惊喜。这个我不敢放 YouTube。 他们有一个就是图案就是这样，一般人还比不出来。可以啊，就这样子啊。这样为什么不行？变态，变态。我们现在去梦幻谷。哎，要右转呢？啊，右转了。哦，对，那里来。来。太阳大。现在去梦幻谷，给你们一个惊喜。前方侧冲转向速限50公里。哎，这里是哪里啊？这是游客中心哎。哦，金山哦。我的空气很好凉哦。哦，我们在往擎天岗的路上，我们现在要去梦幻谷。现在到冷水坑，梦幻谷0.6 km， 是吗？600公尺，他是说爬坡爬600吧？我们看，传说中的梦幻谷，身临其境跟飞着飞进去好像不太一样。对，走吧，走吧。安心的去吧。开始很冷了，刚下车13度，刚山脚下21度。这里现在海拔840公尺。Harry 说什么？跟 Harry 说，因为电池不够，我们只好爬上去。阿爸，看。不是说600公尺就到了，我爬到快疯掉了。爬升600。我就跟你说是爬升600，不是。270，那个是空拍机吗？对，还多久？还多久？还多久？你要爬那个到主峰吗？梦幻湖。不是梦幻湖。哦，梦幻湖很快啦，梦幻湖很快就到了啊。转个弯。转个弯十几分钟。10分钟左右。哇，10分钟来不及。10分之一的日落了，不行，不管了，不管。但除外景没那么简单，对不对？部落客不是这么简单的。你到底知道什么叫做主角，什么叫做配角吗？露天温泉那里空拍才是主角，梦幻谷只是配角。原来你买空拍机只是上梦幻谷，只是讲好听的，实际上是来偷拍。我觉得等一下温泉的当封面非常来哦。那也要我洗啊。那也要找一些妹来洗啊。哪去了？要找一些辣妹来洗。空拍温泉。
欸，你在笑的时候手一直抖。我告诉你，这一台有五倍防守震。那你可以笑，不然我叫你憋笑。走疯了，他妈的嘞！这样的，
他到时候看到我们的视频，阳明山的夜景好漂亮，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101吗？这里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这里还没有。有了。有电了哦。我刚刚充电。你电它。